自己放个假，今天休息钓鱼。这徐哥阳了，来简单的做一个钓鱼支架哈。天气是挺好的，但是有点风，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感觉。徐哥阳了，我也不能乱跑了，也不回家了，我肯定也跑不掉的，迟早的事。我就是能坚持一天算一天的。开钓，这水里面有三只野鸭子，很小。我们是看着它们长大的，你看，都有半斤了。走，你怕冷呐？靠那么近，啊？快去玩，你快去睡觉去你。哎，现在岩石，算了，不钓了，烧干，屁股还没坐热嘞。这老头都回来了，要去接我爸去啊。哎呀，明明早回家，你爷爷回来了。老头子每次都搞偷袭，上火车了才给你打电话。嗯，我要到了，过来接我，也不提前通知一下。哎呀，看到一个好东西，搞得我掉头来捡。草皮，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呀，漂亮！你看，这像草皮。无声挣扎，有个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冒着他为。其实每次见你，我也像泥，无论你我各有各的范围，就算再接放风再超出好友关系。老头儿，你这是忙着挣钱，头发也不理啊？啊，我来，啊，你看头发，应该都瘦了。这个是亲媳妇，回来了不让进门，还得消下毒先。谁买的？媳妇买的，丽丽买的，谁买的？买来就防老爸的。那不是做娃哥哟。萌萌，不要动我，你也别动我，去。你们都得打入总决赛，知道吧？啊，去，去。嗯，我就不要，我也不回家，你陪我干嘛？看看咱家土豆妹，几天没见了。妹妹，不要拍我，我都没洗脸。哟，土豆妹，儿子，儿子，干嘛？没干嘛。哟呵，这貌似是两位牛老板大驾光临呢，还给我送年货来了啊！刚才接我爸去了，不在呀。嗯，哎呀，有酒喝了。这个油送的及时啊，刚好我们快没油了。晚上本来打算在家吃饭的哈，我妈杀鸭子，我爸回来了，想想还是算了，还是远离家人哈。现在老表啊，钢丝球啊，已经是阳了哈，他阳了我估计跑不了，所以现在。还是最少啊，少回家啊，一个人好好在这边待着吧。等我啊，确定了没啥事了啊，再回家。哎呀，做饭吃啊！哎呀，我拿草皮没拿，拿我草皮去。来，草皮，接我爸的路上捡的，估计是别人拉货掉了。哎呀，我们正打算买点这个东西哈，把这个院子里面铺一下。就会更好看一点啊，下雨天了就没这么多黄泥巴了。
今天太晚了哈，明天把它先铺一下。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，晚上简单吃一下哈，吃个韭菜煎蛋。这一个人在这边有点冷清呢，来，咦，浪费我这么多蛋清，用力过猛了。这个蛋还是家里拿过来的，养鸡的人没蛋吃，你说搞不搞笑？主要是现在天冷哈，然后没有什么母鸡了，蛋也没有了。吃饭，那你先吃，狗粮拌饭，吃吧。吃饭，行了。嗯。你还没吃饱啊？你吃的比我都多。你就猪一样，你还肥的。